啊，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8:02，哦，迟了2分钟，嘿，脖子上的是纹身贴吗？是的哟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吃蛋糕了吗？哎，其实说实话，不是很爱吃蛋糕，但是呢，就是昨天还是前天？前天，对，前天，然后你们送我的蛋糕全吃了，对，吃了很多，因为其实蛋糕会比较的甜，比较的，我更喜欢吃一些。辣辣的，酸酸的，苦苦，苦，还行吧，苦的还可以。等等，我放一放。时间现在正好16:30，突然听见他说要离嗯，对啊，就是感觉根据仪式感稍微的吃一点嘛。生日礼物。收到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寄过来的路上，好像是，因为好多好多的东西，什么？我没有，这些都假的，这些都是说，你看手上的掉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快看，是吧？贴的贴的，你看，这种都贴的。什么许愿？可以许愿啊，但是说出来会不灵哦，所以还是不要说出来。我不纹身，不纹身了，我是。反正身上纹身有那一个就够了，对，我不打算纹别的了。发际线后移其实还好，没有了，唇钉露出来，哪有唇钉啊？没有。那天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我刚开始我唱的可开心了，然后唱着唱着，因为他是直接带着就行的那一种。然后唱着唱着，他跑到我嘴里去了，我赶紧背过身，噗一下吐出来了，笑死了。对，当时吐得好快，就很害怕说演出会有失误之类的嘛。然后本来在那边唱得很开心，然后一转身，噗，直接吐掉了。然后大家没发现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指甲他说不能贴，到时候剪剪掉，看看没钉，没有没钉啊，哪有没钉啊？什么时候？啊？头发什么时候剪？现在是。按照我的造型老师给我的想法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尴尬期，造型老师也是这么说的。然后说等过了尴尬期，应该会好很多。没有啊，两边都有戴啊。啊，祝今天也生日的人生日快乐！脖子上不是纹的，贴的。其实那一天就是生日会的时候，已经掉的都差不多了，然后我赶紧是妆发老师，然后帮我在那边描上去的，就
想念长江潮音乐节，下次见。这件挺开心的，就是回来了之后也会在想说，哦，音乐节还挺好玩的，觉得因为我才参加两次音乐节嘛，就是自己一个人的，还只参加了两次，我觉得现场的氛围或者说很好玩，很开心，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想多出一些适合大家一起互动，大家一起感受氛围的歌曲。哎，不是两次吗？三次了吗？是吗？原神等级多少？你问的是什么？是大世界等级还是角色等级？角色等级基本都是90级，除了不玩的。自己的等级的话，应该是57级，57。有回放吗？没有，不要，我不要。每次回放我看到我都觉得好尴尬。今天吃生日饭了没？哦，还没。就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日在4月9号那天其实已经过了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，能跟你们在现场，能看着你们在台下，然后你们陪我互动陪我聊天，我觉得那天我的生日已经过了。对，巡演有几场我不知道，但我希望尽可能是等我把东西准备好，等我有自信能去站上那个舞台，然后去开巡演，去和你们多多见面，然后顺便要，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计划好了然后再去动的那种类型，没计划的话会让我觉得比较不安慌张。嗯对啊，多多见面。我在什么？我现在在我家电脑的前面。我电脑本来就比较 RGB 灯光这种，嗯，有没有腹肌？没有腹肌，别问，问就是没有。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。有一段时间特别，就是注意饮食的话，它会出来，但是我没有注意饮食。因为现在目的还是说想要多吃点东西，然后把肌肉量给增上。待在一个地方，这样跟你们见面、跟你们聊天就会觉得很开心。新歌什么时候搞？最近是有计划在搞，但八字还没一撇，就是不说那么早。脖子上是贴的，是贴的。嗯，我身上纹身只有那么一处，就是写着 "Fox Tail" 的。对，等你考北服，你还要多久？快，我已经开始要退休了，呼，快。头发是紫色的还是紫色的？洗澡的时候，它就是能看得到地上都是紫色的。对，什么站在拿到驾驶证了吗？拿到了呀，我现在摩托车、小车都能开。考的是手动挡的。什么？原神最喜欢什么角色？萧吧，嗯，我满命的角色就是萧、法路山，然后满命的角色挺多的，但比较喜欢的就是萧、法路山、夜兰，是因为强度喜欢，然后打算再抽一个八重。
25岁的仪式感，没有什么仪式感，没有了。25岁的仪式感在9号的时候已经结束了。嗯，有想过要演电视剧吗？嗯，再看吧，有合适的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今天有上升吗？我是昨天还是前天回来？昨天，对，应该是昨天回来的。回来的时候落地就看到，哇，能见度不高，反正。对，然后今天本来也在想着说出门买点菜自己回来做，说给自己一个仪式感，但想了想不出门。发慢一点，啥？散兵喜欢的，但嘴好臭。小纯不在啊，小纯不在北京。就是生日就会收到很多，啪啪啪啪一连串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就觉得很开心，对。来成都吧，有机会肯定会去的呀，而且经常也有表演，也都是往那边的慢慢跑的。什么时候发自拍照？哦，完了，忘了。怎么办？好像真忘了，对不起。最近有玩游戏吗？没有，最近很少玩，除了说我更多我是委托别人去帮我弄。对，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没有让我能觉得能空下来去打游戏的。什么时候才能感动哭？不可能，眼泪在25岁以前已经流完了，不会哭了，除非打哈欠吧，打哈欠有可能会掉眼泪。吃牛排了吗？今天还没有哟。ins 会看吗？有机会就会去看。对，其实最近不怎么在网上冲浪，因为还是会，喜欢什么样的香水？喜欢那种沐浴露，洗完之后自然留下的味道，就觉得很干净，很舒服。怎么偷组乐队了？也是希望说能有一些更多一些不同的表演形式吧，然后所以说也是一种尝试啊。18宫格，对不起，这两天忘了补上。哈。来不来东北？想去啊，想去的，但我还是最近这段时间肯定是要在过海面等命题的火车来，在路转角的另一头有你给我期待。8:16了是？哦不对，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忘了。没有推荐的香水，现在，金鱼脑子，不至于，剪刘海，我不知道，我所有东西我都不控制，他们说了算，我其实我觉得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剪刘海，等头发再长一点，做的造型就更多了，可以直接背过去，或者说前面就两缕就 OK 了，这样感觉头发还好搭理一些。说实话，生活当中就是没有老师们帮我弄头发的话，我是个稻草人。
你们越劝我一些东西，我越叛逆。不要劝，不要劝，少管。来天津，天津，天津，我等我什么时候直接早上过去当特种兵的一天，全吃一遍。铁锅炖，我不叛逆，不叛逆。雪碧可乐，雪碧可乐在楼下，我懒得管他们，今天懒得管他们，反正他们吃的也有，喝的也有。啊，蛋仔派的，最近看什么书啊？最近哪有那个时间看书呀？我天，最近没看。还有音乐节目，应该有，应该有，而且应该还有挺多的吧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没去问。因为我回来之后，我最主要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把歌曲给弄了。嗯，弹幕好快是吧？终于有人跟我感同身受。哇，我每次我在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哦，怎么办？我这个眼睛看得过来？眼睛看过来，脑子都没准备过来。啥呀？为什么微博改名了？改名就改呗，就觉得这是最初的一个，所以就改了。嗯，而且那个太长了，让我总觉得很不简洁，不简洁就会让我很难受。我还喜欢什么东西都干干净净的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今天几点起床的？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，我就很紧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差点播放自己的歌曲。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就是突然播放自己歌曲的时候，就会哦一下子干住，突然就干住。不放了，放些别的好了。嗯，好久没听这首歌。牙白，牙白，牙白，牙白。你们是没看过我侧脸吗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别发那么快哦。钢琴，就弹的话也只会那一段而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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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那一段。然后，就是。会因为很多安全问题或者说是什么问题，所以其实是那个 Fire 那个表演是有删减掉的，就没有达到我心里觉得很好的一个预期。怎么了？现在鬼故事看了吗？看完了，就是，九号最喜欢什么？九号最喜欢哪一个造型？九号，我自己个人的话，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哪一个造型？提不上喜欢吧。就是如果说我会考虑私服的话，就是会考虑那一套，那个黑衬衫还行，黑衬衫不错，黑衬衫完了是啥？那个毛衣不行，那毛衣太透了，会着凉，会生病。还有啥？粉色那个外套也不错的，就觉得挺暖的。想看 Vlog，Vlog 有很多呀，再见。
别气。虽然现在都不是我剪了，我不会去弄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还挺累的。啊，哎，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我不是打算好就是纹身贴要弄嘛，然后说他们跟我讲说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整体就以一个比较叛逆少年的这种形象去登台，然后我说 OK 啊，好啊，我就说你们提想法，然后你们去实施嘛，我配合，然后就开始了，染发，手指甲，然后纹身贴，然后纹身贴的时候还发错了，就是本来是一句歌词是印在这儿的，本来是我的一句歌词是《伟大人们》里面的歌词，然后是印在这儿一条的，然后他们厂家发错了，发过来的全都是不是很适合用的，嗯，然后这个 black 它其实本来它是 black dog， 然后我急中生智，我拿剪刀把那个 dog 给剪掉了，然后只贴了 black 在上面。哇，这真的是这一次好赶，好赶，确实是好赶。提出的想法，然后到实施都还挺赶的，吓死了！当时真的吓死了，就觉得哎，那怎么办？纹身贴怎么还能发错了呢？对吧？还好我比较聪明，这些应该在 vlog 里面都有。现在还喝什么？对对对，是那个黑狗。我还想，我脖子上贴个黑狗不合适吧？对吧？然后想一想，贴个 black 应该还行。嗯。为什么不喝呢？啊！你们发的好快，你们慢一点。MBTI 是什么？因为采访或者说因为综艺，然后测过几次 MBTI， 但我永远记不住我到底是个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管它是什么，好麻烦。对啊，测过，但是不记得了，感觉一次一个样。等你们高考完见我，可以啊，高考之后见呗。好好考试。分享一下歌单。好听的歌。我也想见面哟，就是当天真的是一结束，表演一结束就有一种强烈的空虚感，就总觉得缺了点啥，总觉得又一下子又变回去了的那种感觉，就还是会挺希望的。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，多好听，我小时候好像最喜欢这首歌。有寂寞沙洲，我该思念谁？是那个吗？想你的夜里。哦，是不是该点个外卖？不，等等看看吃什么吧。赶紧见，快见面。我去拿瓶喝的，等我。
有机会会去吧，有机会都去。哎，你猜错了，哈哈，喝雪碧。听啥？少喝碳酸，少管我，少管我，少管我，多喝水，不，不喝，碳酸好喝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感觉我眼睛没那么小了，我觉得我眼睛是做完那个叫什么近视眼手术之后，感觉眼睛睁开了，是吧？眼睛大起来了。有想过去拍剧吗？这个之后再看吧，总有机会的。嗯。别让我推荐动漫，我最近我都没时间去看。最近还是在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，就动漫少看。有好多的期待，我应该骑车吗？这个天你让我出去骑车，哇，这个天骑不了车，不骑。不骑不骑，骑完车都是脏的。这首歌名字叫《最寂寞的时候》。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，太阳照着你好温柔。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嗯，什么呀？才下课，才下课，8:30才下课，为什么？我不理解，我大受震撼。专卖滑板吗？我不会滑板，我只能说是偶尔会，比如说从客厅要到练习室的时候，我会滑着滑板过去，嗯，仅此而已。其他的时候更多，你说我如果距离近的话，我直接骑机车了，然后距离稍微远一点，我不想骑机车的时候，直接打车了。我不相信你。的希望怎么被绝望淹没？之前国潮，我擅长什么运动？除了羽毛球以外的运动应该都还挺擅长的。啊，播一个小时我差不多得去吃晚饭。应援看到了哟，很漂亮，谢谢。什么时候发新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我没有一个确切的，我不敢说。这么晚吃饭了吗？吃了一点，垫了一下肚子。
快去吃饭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再去吃好了。反正现在也不是很饿。吃播，什么时候去吃烤肉的时候给你们吃播好了。在你们最饿的时候，几点？我现在一般几点最饿？两点，凌晨两点、三点，到吃烧烤给你们看，滋滋冒油腻。好过分，有没有？有机会，各个地方我都想去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只要有机会。下雨，下雨真好。我现在我也想听着外面有雨声，对吧？觉得很惬意，然后就可以窝在那边睡大觉。今天11号嘛，所以休息一下，今天休息一天，然后明天开始所有东西又得开始按照计划去进行。之前去乌镇哪里玩？乌镇哪里玩？哈哈哈。乌镇就在乌镇玩啊，你要问我乌镇哪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。生日快乐！啊，什么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还在玩原神哟，有在玩。我其实游戏我都还挺喜欢的，只不过没常玩。就以前的话会，比如说能玩一两个小时的，我现在只能玩10分钟，差不多。把洗澡喷头打开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时候拍舞蹈视频？舞蹈视频可能略晚一点吧，因为最近还是想要把自己计划的那些东西先拿出来做一做，看看我都计划了些什么。看了有好多，不告诉你们。对，10分钟白日常做了，差不多。什么时候染发？不染了，再染头发没了，我的天！本来在，咱们在那个，我这次去的叫哪儿来着？这次音乐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最近的一次，突然想不起来了。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哦，长江潮，对，在南京的，对，长江潮。长江潮的时候，哎，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在长江潮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头发最开始那个，你们看到上就是去彩排的时候那个头发，它是紫色的，那是我已经染过一次了。但我当天晚上我就因为就是洗了头，那个颜色直接又变回去了，变成亚麻色，所以说赶紧到上海之后熬夜，是就是当天不是连夜开车赶去上海嘛，然后准备生日会嘛，因为到上海的时候已经11点了，就夜里11点，然后场地方那边就是可以去那边排练一下，因为他们那边也结束了，所以我可以去排练，然后我就赶紧就带大家去排练，然后排练差不多到2点吧，2点，然后回了酒店，
然后又得赶紧，就是觉得头发颜色掉了不行，然后又补了一遍发色，补了一遍发色就五点了，莫名其妙他就五点了，然后五点之后赶紧再洗澡卸妆睡觉，然后十点起来，然后去场地那边去跟他们灯光又沟通，就挺赶的，真的挺赶的，因为可能两天离得太近了，就一直在飞过去。哇，当天好，就是事情频发，对，比较的赶。什么头脑不好？其实我头脑很灵光，我只是记忆力不太好，记忆力不 OK。是我自己开车吗？怎么可能？是我自己开的话，那我估计我真人麻了。啥呀？唱什么歌？唱什么歌？我看到了，我播放列表里面不能播的歌。哎呦！播放列表不能歌。为什么？什么不能播的？那我就不能说了。哈哈，对吧？人就是这样，就是有这种好奇心。你既然已经开始讲了，你就得讲完。但我不，我偏不。今天是我休息啊，生日这天给我略微休息一下，让我歇，就今天就不去处理那些了。太爱甜歌了，天天都在听，摄入那么多甜不太好，注意健康。中考加油，考试就你们真的学习，好好学习，真的这个好重要。靠近一点。不行，我不能靠电脑屏幕那么近，靠电脑屏幕那么近，因为眼睛弄好了嘛，就还是小心一点。现在坐姿都尽可能，希望能稍微坐好一点。跳什么？什么 hype 什么东西？HY， 这是啥呀？等我一下，我搜一下。我以为啥呢，真的是。哎，他为什么消息不跳了？哦，看到了。生日快乐，谢谢你。生日很快乐哟。没事没事，就当我没搜。会什么？怀念五周年，那肯定会怀念，那怀念是肯定会怀念的。唱突然想起你，就觉得很符合我某一瞬间的心境，然后就很想跟你们在现场，就一些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就表达出来。打字好快，知名网络键盘手，开玩笑，没有打字快，那是因为
之前常常用电脑打自己的备忘录啊，打什么东西，写词儿啊之类的，所以说打字还挺快的。翻跳了黑浪漫，用电脑玩原神吗？嗯，电脑手机都可以玩。多穿短上衣，为什么？完喽，手机快要没电了。Fire， 最近一直在写二次元函数，二元函什么？就是一旦没有接触到那边，我就全把知识还回去了。什么二什么函数？不知道，我现在顶多知道有个勾股定理吧。现在冲还来得及冲，电量你冲不冲？冲冲冲，不冲。不充不充不充，等这个电量波差不多结束，那就自然挂了好了。我也要去做东西吃了。没事，它电量挺多的。谁的歌我不知道，我只听歌不对人。啊，键盘什么轴我管它什么轴，对吧？打字舒服就行了，我不管它什么轴的，没那么挑。周末考试，加油嘛！好好考试啊，考试你这个不干净，预习预习。那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临阵磨枪，不亮也光，是吗？看展，什么展？别吧，别看我全身了，我就。只是上身穿的稍微正经一点，下身睡裤什么之类的。哦，你们可以发慢一点点，慢一点点。看看睡裤，不给看。学钢琴，钢琴我那一段已经弹得好溜了，噔噔噔噔噔，当天是为了氛围感故意弹慢的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弹快点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弹得还不错。播多久？再播个15分钟，然后9点我就去吃饭。嗯。什么东西？你的那个纯日文啥？不知道，没看到。什么时候来海南玩？哦，嗯，我不行，我这个年纪，我不能一天一天全在那边想着只是去哪儿玩去哪儿玩，不是这样的，不行，我要先把自己事情弄好，我再出去玩。定期直播，好，我会考虑的，我看到了。哎，我好像在我在练习室播过吗？没有吧？还是有？忘了。哦，还有就是，那天刚贴完这个纹身贴，然后我不就靠在车上睡觉嘛，就是我很容易直接就睡着，然后就在车上睡着了，就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的肉跟这边的肉就贴在一起了，纹身贴它就印在这上面了。啊、怎么遮都遮不住，当时就好害怕被发现，但现在好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啊，啥？想看我拍手势舞？手什么势舞？这种吗？还有什么？睡神？不是睡神，你得抽空去睡觉，
这样你才会更加有精气神。唱首 K 吧，什么 K 啊？晚上吃什么？没想好哎，煎个牛排，煎个牛排上面插个蜡烛，牛肉蛋糕。没啥好看的呀。怎么了？牛排招你惹你了？牛排多好啊，牛排好吃的好吗？好喜欢数怎么唱来着？数哦 ，Party 我永远不醉，跟你在的每一天我都去不累。我那就是嘴皮子练的可溜了。什么时候微博翻牌玩？找机会呗。你们想我就去。主播是不是没穿裤子？主播最近在一直在学什么三十六计啊，在什么孙子兵法之类的，所以什么激将法之类的没有用的。你们太年轻了。啊？什么什么凋零了？我后面有人听到脚步声。我一个睡觉听鬼故事的人还会在乎这个了？就是会尊敬，但是不会害怕。牛排爱吃几分的？没个定，就是外面焦焦的。然后里面嫩嫩的就 OK， 不用管别的几分的。因为我都是做给自己吃嘛，所以并不会说自己去思考它几分熟，不管。我的世界没有玩过。我比较玩恐怖故事，恐怖一点的游戏吧。什么？It's okay， 没时间去浪费的。还在玩和平精英吗？最近没玩游戏，不要老问我游戏，搞得好像我很。哎，但游戏真好，游戏有时间我要天天玩。广东吃肠粉，肠粉好吃的呀，好吃的。我好像看到谁要办画展了，是吗？是有谁要办画展了吗？加油！你办了，我到时候就去。什么没信看了？有啊，有信看了，我还在等。我那生日上那些 Happy Birthday 什么东西是不是画的不错？快夸快夸！最近敲木鱼了吗？没有。最近只觉得有点点累，有点点兴奋，有一点点开心，对，就没有敲木鱼。记得看信，会看的哟，但也得等先寄过来。对，你们发的略微慢一点。平安喜乐，会参加第三季吗？不知道哟，现在都不说，而且很多时候其实
你们希望我去做的一些事情，可以做的我基本都会去做，然后有一些事情呢是没法做，就不是我这边的问题，而是说就是会有很多比如说以前的一些麻烦然后会牵扯到，所以说别人也不是很敢用，对，所以说不是很多东西就你们跟我说了我都很希望去做的，但尽量我现在只能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到最好。是不是长胖了？我没有吧，我感觉我没胖呀，我但变壮了，确实是变壮了，最近是变壮了一点。所以放心，我会在很多地方会去尽自己努力去做的好一点，然后跟你们多多见面，然后你们给我提供动力。啊？什么？之后还想要学点什么乐器？其实我学东西的动力更多来源于他能为我在台上加拿一些分，如果能加我就很想学，对，就会很努力的去学，但没有这个动力我就不想动了，我就想去做别的事情了。但小提琴还是要学的，对，总得有一项自己觉得 OK 自己舒服的。拍礼物开箱，为啥？我没反应过来，不好意思。下一首歌是什么风格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现在，但我比较希望的是能跟大家互动，能给别人带来开心，能提供好的氛围的音乐，对。超话营业，我之前其实都没在管这些，听听小提琴，好的，听啊。听到了吗？还有差不多4分钟，我就去搞吃的去了，然后。生日快乐，然后也祝你们开开心心的。4分钟，搞什么吃的？牛排呗，还能啥呀？牛排，再看呗。生日快乐哟。全国巡演，到时再说吧。我先把歌出来，有可能的话，我尽量希望能多去看看你们。会去的，有时间都会去的，都会去的。别说了，会去的，努努力都会去的。我都收了些什么呀？等一下，换首歌。唱两句，好像不能唱吧？之后的，记得18宫格，对，你不说我差点又忘了，对不起，我记下来，18宫格。18宫格，好了 ，OK， 怎么又变27了？记得了，会的。噔噔
什么呀？我长得好像你幼儿园同学，我的天！你为什么能记得自己幼儿园同学长什么样？你也好厉害哦！今天不发微博吗？今天发吗？不发吧。我努努力，我不知道。不，今天不发。平安顺遂，好哟。别老祝我了，你们也生日快乐。雪碧可乐都在楼下，都在楼下玩呢。有什么推荐的歌吗？我最近好久没听歌了。stay 听我。主播卖眼镜吗？不卖哟，谢谢。看私信，其实大家如果还是想有信给我看到的话，最好是给我信，因为我其实很久都不在网上冲浪了，对，所以发私信给我，我可能真的不一定会看得到。我私信里面也会有很多种吧，会有说给我的建议啊，或者说把我当成树洞，每天讲的一些话，然后或者说在这儿打卡呀、啊，或者说在这儿吐槽，然后也会有跟我告别的，所以慢慢的开始没那么去看私信了，就觉得还是会，因为离别就会是一件很痛的事情，所以不怎么会去看。如果真的有什么想要跟我讲的话，可以发私信，可以写信给我，或者说你们也可以发在微博上，一般工作人员看到有些时候会跟我提起，对，我更多，少熬夜，不可能的，熬夜是一定得熬的，对。放一首生日快乐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好，下班了，我去吃饭了，拜拜，你们早点休息哦。我说早休息，拜拜。拜拜，晚安。那我挂了。然后你们今天讲的我都听到了，然后也会努力的去想一想。然后如果说实在没看到，那可能是大家发的有点太快了，不好意思。OK， 拜拜，晚安。晚安，早点睡。拜拜。